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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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好，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始今晚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带大家先以一颗虔诚的心，一起来诵念三皈依和五戒。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向三宝祈求宽恕。好，我们现在以一颗虔诚的心，一起来诵念。阿罗汉萨玛萨布德巴嘎瓦布丹巴嘎万丹阿毗瓦帝米，我今起手礼敬佛是尊严力成垢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世上最尊贵的圣者，礼敬一拜。苏阿卡多巴嘎瓦达达摩达玛那玛萨米，法为世尊所善说，我今起手礼达摩，礼敬一拜。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沙瓦嘎善可善卡那玛咪，生前为善行已到的世尊之声闻声众，我今起手礼生前。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布达萨拉南格扎米。达曼萨拉南格查米，桑康萨拉南格查米，努迪扬比布当萨拉南格查米，努迪扬比达曼萨拉南格查米，努迪扬比桑康萨拉南格查米。达迪扬比布当萨拉南格查米，达迪扬比达曼萨拉南格查米，达迪扬比桑康萨拉南格查米。巴那迪巴达比拉玛尼悉喀巴丹萨玛迪阿米。阿迪那达那比拉玛尼悉喀巴丹萨玛迪阿米，嘎米苏米查扎拉比拉玛尼悉喀巴丹萨玛迪阿米，穆萨瓦达比拉玛尼悉喀巴丹萨玛迪阿米。Sura miraya maja bhamadatana viramani sikabhadan samadhyami imani panja sikabhadani samadhyami
इमानि पञ्च शिखापदानि समादियामि इमानि पञ्च शिखापदानि समादियामि सीतेन सुगतिं यन्ति सीतेन भोगसम्पदा सीतेन दिवतिं यन्ति तस्मा शिलां विशोदाये 因戒得生善戒，因戒得获财富，因戒得大涅槃，归因此境界。 Sadu, sadu, sadu。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向三宝祈求宽恕。Kayena vajaya citena pamadena maya katam acaya kamami bande buri panya tathagata。 对佛，我过去所造诸恶业。 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之所生，一切我今佛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瓦扎耶吉耶那，巴玛迭那玛耶嘎耽，阿扎央伽玛咪达玛，萨利迪嘎阿嘎迪嘎，对于法，我过去所造诸恶业。 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之所生，一切我今法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瓦扎耶吉耶那，巴玛迭那玛耶嘎耽，阿扎央伽玛咪桑卡，苏巴迪巴那哈努达拉。 对于生前，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之所生，一切我今生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好，来啊，各位佛友啊，大家晚上好。 啊，今晚的这个直播佛法分享呢，不是说很正规的，所以我们呢就没有去诵念其他的经文。所以现在，曼德要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我的这个直播佛法分享的时间呢，有做一些调整哈，因为刚好。 我们这边的每个星期四的这个佛学班哦，已经开始了，所以时间方面呢、啊，跟日子方面呢，所以必须要做一些调整。所以现在暂时哦，只是暂时啊，我的时间安排是说，在星期天呢、啊，我都会安排星期天，开一个直播，是用中文来讲解的。 那么用福建话讲解，佛法的话呢，那么呢暂时就不会有啦，因为每个星期四呢，我本身呢要花一些时间去教课嘛，所以在时间方面呢必须要做些调整。那么再看以后的因缘 ，OK， 暂时就是这样哈，因为我。 目前我这边呢是我一个人去撑住嘛，所以只是我一个人去撑住，在讲解这个佛法，所以如果我开太多直播来讲解佛法的话呢，很多时候呢都会重复讲，因为佛法的东西有时我们时常讲的话呢，我们大致上都会重复，一直会重复讲的哈，所以如果你们。 你们有一直跟踪我的这个直播的话呢，可能你们会感觉很闷呐，会感觉很闷，会重复讲的东西嘛，所以为了避免我一直会重复讲我所了解的佛法的话，那么我就暂时就不会开很多直播，OK， 就不会开很多直播，所以今晚的每个现在每个周日的这个直播呢。
我都是要讲的内容啊，都是会跟你们在我的直播里面所问的问题。在前几个直播里面呢，有很多佛友所问的问题呢，我都没有一一的回答，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我本身呢，想要回答一个问题呢，我大多数呢，我不会三言两语就给你一个答案的，所以我会比较详细的再回答你的问题，希望说。你所问的问题呢，会有给你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我会用不同的角度呢，然后来给你很清楚了解，到底你现在所认同的那个观念呢，到底对不对？其实我们是说法者，我们所要做的任务就是说，把我们所认识的佛陀的教法呢。哦，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只是要给你知道，你目前你的观念、你的认知、你的看法呢，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啊？我们的责任只是把我们所认识的佛法，拿出来跟你们分享罢了。但是呢，要接受不接受呢，就是看你们个人喽，清楚吗？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我们不要太极端，我们不要太极端。如果我们遇到有一些人在跟我们分享他们所认识的佛法的话呢，我们自己做一个底，做自己做一个结论，自己做一个结论，到底，那个人跟你讲的佛法呢，对不对？那么你自己去决定，要不要接受了？如果你认为对方讲的有道理的话，很有逻辑性的话，很有科学化的话，那么你不是接受咯？但是如果你认为他的观点不是说很符合逻辑，不是很符合科学那么你就可以不要接受的嘛，反正，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很多的观念啊，很多的看法，很多的认知呢，都是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的，所以看个人呐、啊。我所跟你们分享的佛法是我个人所了解的，所以我把我所认识的的佛法呢，与大家分享罢了，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对不对呢？就是依人而异啦，依人而异，所以你们如果认为说我的观点不对的话，你们也不需要发什么脾气啊，也不要说埋怨呐、投诉啊、批评啊，那个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个言论自由嘛，对吗？我开直播，我用我的注册的脸书来开直播，是将我所认识的佛法拿出来跟你们分享罢了，OK？所以呢，如果你们自己认为说，你们所认知的佛法是怎样怎样的，那么你自己也可以注册脸书，然后呢，借用那个脸书的因缘开直播，与大家分享佛法，都可以的，没有错的，对吗？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每个人的智慧的程度不一样嘛，所以你也是有权利的，而你也可以选择，借用你自己的脸书开直播，然后呢，把你所认识的佛法，分享出来嘛。但是，当你借用你的佛法啊，借用你的脸书来分享佛法的时候，你也不能期望说，每个人。所有来看你直播的人都会认同啊，都会认同啊，所以你也是会面对有一些人不认同的，所以那些不认同的那些听者，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佛教徒，所以呢所以我们根本的也不了解他，我们对他也不认识，就好像你们现在一样，你们只是看到我，我完全看不到你们，
所以我对你们呢完全一点都不清楚，你们的背景、你们的佛学知识哦，你们的智慧的程度到哪里，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再期望说所有人要认同的话呢，那是不可能，因为佛陀本身他自己本佛陀本身他所讲的佛，他所讲出他所了解的道理，哦，那些教理呢，在经典里面我们也是有看到，不是所有人都会认同佛陀所说的教法，没有啊。如果全部人可以认同的话，那么佛陀当时在世间的时候呢，哦，很多人都可以觉悟嘛，很多人都可以觉悟。但是在经典里面，我们看到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佛陀的说法嘛，对吗？所以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啦。我们只是尽我们我们只是尽我们的能力，把我们所认识的、体验的佛法，只是跟你们分享。其实我个人认为啦，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佛陀的教法呢，它是给我们什么呢？它就是给我们去了解，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认为，到底是否是正确。所以佛陀的教法呢，其实是在纠正我们做人的观点，是在纠正我们宗教的认知。尤其是大致上我们一般上的人呐，在这个世界呢，都是什么呢？都是被我们的信仰，都是被我们的宗教的教理在影响着我们整个人生。只要我们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看法、我们的人生观呢，都会被我们所接受的那个宗教的教法在影响着。所以今天在我们南传的经典里面，我们也是有看到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呢，他也是将他自己本身所领悟的佛法教理来去改变其他人的观点、人生观，也无形中呢，也让他们自己本身去了解他们的信仰、他们宗教的教法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是正确，就是这样罢了。我们也没有强迫啊。当时我们在经典里面，我们也是有看到佛陀当时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他本身呢，他也没有强迫那些听者一定要去接受他的教法、他的教理。没有，我在经典里面我没有看到佛陀会强迫那些听者去接受他的教法。佛陀也没有用恐吓的方法来恐吓对方，一定要接受他的教理，没有啊。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宗教在这个世间上，我们有看到有一些宗教呢，他们会用一种的恐吓的方式、方法，来让那些听者呢一定要接受他们的教法。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佛陀的教法不一样哦。所以有一些人不耐被恐吓，不耐被恐吓，所以他们唯有接受他们所接触到的那些宗教的教法。佛陀的教法，它是要让我们自己先了解，然后呢，我们去修，然后我们去体验，那么呢，我们才来接受他的教法到底 OK 还是不 OK。就好像在经典里面，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啦，哦，佛陀就好像有做一个比喻啦，但是这个故事哦，这个典故呢，我也记不起来在哪里有讲过啦。我记得，我只是听闻到曼迭索王罗本身也是有讲，就好像佛陀手上拿着一粒宝珠，他手上握住一粒宝珠，然后呢，
他只是跟那些观众说，现在我手上有一粒宝珠啊，我现在手上有一粒宝珠。那么呢，对于普通的人来说，对一般人来说呢，尤其是相信佛陀的人，对佛陀有好感的人呢，他们就会马上说，都会认同说啊，佛陀，你讲的对。你的手上真的是握住一粒宝珠，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比较可能，他们比较有智慧了，说明他们还在怀疑，他们还在怀疑到底佛陀讲的，佛陀所讲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还是佛陀在欺骗？所以呢，为了要证明说，佛陀讲的话到底对不对？所以呢，佛陀就必须要把他手上握的那粒宝珠呢打开他的手掌，然后给人家看到啊，你们现在看我的手上是不是真的有一粒宝珠啊？如果你们看到了这粒宝珠在我手上呢，你就证明说我所说的话呢就是没有欺骗，没有错误，所以你们就可以接受我的话。所以，同样的道理，佛陀所讲的种种的、所种种的这些法，所有的法，善法、恶法、世间法跟出世间法，OK，我们必须要去体验，我们必须要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呢，我们必须要去修，然后呢，我们自己去体验，去体验，到底那个法，我们现在去修的话，它的果。我们自己去体验，然后我们自己才来接受。所以呢，尤其是讲到这个出世间法，出世间法的话就是涅槃嘛，所以那些涅槃，所以为了要体证佛陀讲的这个涅槃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努力精进的去修，把那个方法去掌握好，然后呢，我们去体验。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去体验这个出世间法的时候，就是我们本身体证涅槃了以后，那么呢，很肯定的，100%，100%的，我们对佛陀所说的法呢，是一点的怀疑都没有了，都没有了。OK，所以呢，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呢，那个信心，那个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呢，会从我们内心产生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亲身体证，体证那个法的果，法的它的成绩，它的效果，那么我们才来相信嘛。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只是信仰，对佛教有一个信仰，所以我们口头上。我们很多只是口头上说，哎呀，我信仰三宝啊，我念不当沙拉南嘎扎咪，达曼沙拉南嘎扎咪，桑堪沙拉南嘎扎咪，或者是说我口头上只是念五戒，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体证涅槃嘛，我们还没有达到出果圣者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我们对佛法。不是说可以100%的接受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在修学这个佛法方面，他们不会说很积极的，不会说很积极嘛，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是说完全100%的去接受佛陀所说的法嘛？如果一个人真正的100%能接受佛陀所说的法呢，那么这个人呢，他肯定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呢，他会很积极的去行善、去修行的。所以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他的所作所为，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呢，对法的了解。他的内心可以接受法的程度到哪里哟？到哪里？所以，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但是，
这种的人呢，哦，我们必须要时常接触他，必须要时常接触他。哦，如果我们只是没有时常接触他的话呢，我们就很难了解。就好像今天，哦，虽然很多佛友他们一直有看我的直播，所以因为我根本都没有接触到你们，所以我根本对你们不了解嘛，所以我就很难知道你们的内心哦，能接受佛法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就很难知道了。但是如果那些佛友他们时常有来接触我的话，哦，他们时常有来做布施，或者是他们时常有来上课，或者是我们有办什么活动的时候，他们时常有来帮忙的话，做我们的义工。所以从他们的表现，我们就大约可以知道这个人呢，哦，对佛法的了解到什么程度，我们大约都可以了解的。OK，所以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咯，哦，我的观点。OK，今天我要继续讲我前上个直播还没有讲完的关于那个次数方面的哈。OK，我刚才有看到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功德和福德有什么不同？功德跟福德，如果我们要把它很详细的来分析的话呢，它是会有分别，但是在我们的巴利经典里面呢，就没有说得很详细，因为功德也好，福德也好呢，巴利文呢就是用一个字叫做 punya，它跟这个英文呢也是。只是一个字，英文叫做 merit，所以你看，你只是讲 merit 的话哦，在英文的这个字眼里面呢，它就没有分功德跟福报嘛，是吧？刚才你讲的是什么？功德跟什么福德是吗？所以你们的问题有时它跑上去上面跑得太快了，所以我就很难去看到。因为很多人一直在留言哦，福德、功德跟福德，OK，在巴利文里面，我们只是讲 punya，OK，只是讲 punya，所以呢，巴利文里面呢，它只是包括功德跟福德咯。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说呢，它是善业的力量。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只是用英文来解说的话呢，它只是叫做 merit，merit 罢了。那么呢，在我们的中文的字眼里面呢，功德跟福德呢就是有不同的说法了。OK，功德跟福德就是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我就纯粹用我们的中文字来跟大家讲解这个问题这个观点。功德，我们能得到的是什么呢？来自我们的道德的行为。所以呢，如果我们有遵守五戒、八戒、十戒，或者是出家戒、比丘戒、比丘尼戒，所有佛陀所制下的这些戒，给我们去遵守的，所以这些戒，我们叫做道德的行为。道德的行为，所以我们如果身口意有道德，那么我们所做出来的得到的是什么？功德啊，这种的行为叫做功德，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的功德，来自我们的身口意行为，所以这种的功德呢，它可以让我们得到好的果报，甚至呢，它可以让我们得到往生善道，所以往生善道。所以，如果我们要得到解脱的话，我们要脱离生死的话，最基本的这些善法就是戒，最基本我们要遵守的就是这个道德的行为。我们必须要有道德的行为，OK？所以，道德的行为它可以让我们得到好的果报。下一生呢，他不会让我们呢往生恶道去。
所以如果我们要往涅槃去的话，我们如果只是修，只是修戒，只是持戒，那么我们就永远达不到涅槃的境界。OK，我们还要加禅修啊，我们还要加禅修，所以我们还是要加禅修，那么我们才有机会呢，然后往生往涅槃去。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持戒不修禅修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不能得到解脱了。但是我们可以保得住我们的来生不往恶道去投生，所以这种的果报叫做功德。所以每次在我们的这个南传的这个诵念法哦，每次我们在传授五戒以后呢。后面我们有诗句的嘛？我们有一句诗句的，就是说悉地呢苏格丁央地，悉地呢婆伽三巴达，悉地呢你不丁央地，啊，这个就是持戒的功德，持戒的功德，OK。所以持戒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OK，它是可以让我们往生善道，悉地呢苏格丁央地。然后呢，持戒它可以让我们呢得到财富。他让我们得到的财富，在这摩嘎三巴大，摩嘎三巴大呢，在这边呢，我们不是说，不是注重在我们的这个物质上的东西，在这边讲的是悉地呢婆伽三巴大，所以因为我们有道德，因为我们有戒，所以我们能得到的果报是什么？我们所能得到的果报是什么呢？我们都可以得到长寿。第一种果报，我们可以得到长寿。比如说，你持不杀生戒，那么你就可以得到长寿，你可以得到健康的肉体、健康的身体。第二呢，你因为有持第二条戒，哦，所以你的财产呢，哦，就不会时常被人打劫啊，被人偷啊，被火烧啊，哦，然后呢，被人抢啊，被政府充公啊，被不孝子呢，哦。霸占呐，这个就是你的财产，真正的财产，就是说你的财产哦有一个保障，那个就是这种的财产得到保障是来自哪里？是来自你的这个持第二条戒不偷盗。那第三条戒，你得到的果报是什么？你可以得到圆满的婚姻生活，圆满的婚姻生活。所以呢。你的先生啊，或者是你的太太呀、啊，哦，不会被其他人来抢，哦，你的太太呢不会给你戴绿帽子，哦，你的先生呢，哦，不会给不会不会不会有不会有小三，就是说，哦，你两夫妇呢可以得到白头偕老，这个就是你持第三条戒，哦，所得到的功德。那么第四条戒你得到的功德是什么呢？你讲话比较有力量，你讲话比较人家会相信你，哦，然后呢，你人家讲10句100句都没有人听，但是你只是要讲一句就可以了，都会有人听，听懂吗？就好像佛陀本身这样，他的这个第四条戒他持得很好，所以他讲的法，他讲的话出来呢，都可以让人觉悟的。都可以让人觉悟，所以他讲的话呢是有那种说服力，是有那种说服力，所以这个就是他所得到的咯。第四条戒他所得到的功德，那第五条戒他有持嘛，OK，所以呢，他做人的时候呢，他没有迟钝，哦，他没有发神经，所以他的精神呢都是很饱满，他的专注力，他的正念都是很强，因为他。他是持，他有持那个第五条戒嘛，哦，所以你持戒呢，最基本，如果你持五戒的话呢，你就会得到那些果报，很好的果报，那是才是我们真正的财产，而且呢，这种的财产呢，可以协助我们呢，哦，下一生呢往善道去，然后呢，我们继续再下一生。啊，在善道里面呢，还继续享受我们的功德咯。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功德，我们没有道德的行为的话，哦，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往生善道。
所以只有最基本完成善恶的资粮本钱，就是我们的道德的行为。所以你们在家有五戒，出家有八戒、十戒、227戒，这样咯。所以看你是以什么身份去持戒咯。哦，所以如果你持的戒越多，肯定你得到的功德更多啦。哦，这个就是功德。OK，那么刚才你讲的这个福德，如果我们以我们华中文来解说的话呢，那个就是福报，福报罢了。哦，那个福是福报，福报是怎样来的呢？福报是来自我们去布施，哦，来自我们去拿物质上，拿物质上的东西去救济他人，去帮忙他人。哦，就好像我今天用法来做布施，用法来做布施。哦，所以我们做的这种的善事，这种的善业呢，只是给我们在生活上呢，就没有缺乏我们需要的东西咯。哦，所以我们时常有做布施的话哦，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就会有缺乏很多我们需要的东西，物质上的东西我们不会缺乏了。而且我们做布施，我们时常去做布施哦，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贵人相助。贵人相助，所以去到哪里呢？我们都会遇到贵人，哦，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善事哦。但是，布施就必须要有持戒咯，布施了以后必须要持戒，哦。如果我们只是布施没有持戒的话，那么呢，我们下一生呢，并不是100%。哦，我们一定会往生善道去。如果我们好好的去遵守戒律的话，我们好好持戒的话呢，我们往生善道的那个八仙力会比较高了，不是100%哦。各位，我们持戒哦，我们还是以普通人，还是以凡夫的身份来持戒哦，我们并不是100%会吃得很圆满的，清楚吗？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那些不善心嘛，那污染的心、邪恶的心嘛，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的自己的修养不够，我们的禅修不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主宰我们污染的心、不善的心，所以呢，我们也是会被这些心呢控制我们，所以当我们被这些不善心、污染的心控制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犯戒的。如果我们还没有体证圣者的境界的话呢，哦，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呢，我们都会犯戒的，一定会犯戒的。但是我们所犯的戒呢，不会让我们往生往生地狱去，哦，一般上都不会往生地狱去，可能会往生畜生道就很多，然后往生恶鬼道就比较多了，清楚吗？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布施哦，没有持戒的话，那么那我们会得到福报，我们下一生哦，我们会得到福报。但是呢，我们的道德呢，哦，还是有很多问题。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哦，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是有福报，他们生活上呢是过得很好，很富裕。尤其是目前我们看到有很多富二代呀，富二代。OK，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呀、下一代啊，很多都是福报很好哦。但是呢，你就看到他们的身口意的这个道德呢，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会有一些差别，有一差别。所以我们今天有福报，并不代表说我们的道德很好，清楚吗？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看到很多人嘛，哦。很多人呐、他们是有福报啊，但是他们还会去造恶啊，他们还会去造恶啊。所以你看他们因为不懂这个道理，哦，他们没有听到佛陀的教法，所以我们做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做到什么呢？福德双修吧，最基本我们要做的福德双修，福跟德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它是我们的左右腿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缺乏任何一个善法的话呢，那么我们下一生，哦，我们的果报不会很圆满。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今天
不懂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去佛寺，或者是不管我们去哪里去做布施的话，那么呢，我们也是会犯戒。我们犯戒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果报呢就不会很圆满了。我们布施是一定会有它的果报，但是这种的果报呢，是要在哪一道去享用，是要在哪一道去享用呢？这个就是看我们懂得遵守我们的这个道德的行为嘛。所以，如果我们有布施、有道德又有持戒的话呢，那么很肯定的，我们的果报呢，都是会在善道去投身、去享受。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在恶道去享受。所以在我们的佛教的教法里面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阿修罗道的众生都是有福报的。所以在北传的佛教的说法里面呢，教法里面呢，他们不认为阿修罗道呢是善道啊，是恶道。所以在北传的佛教的教法里面呢，他们只说三恶道，三恶道就是地狱道、恶鬼道跟畜生道，所以他们没有讲到阿修罗道，他们没有讲到，因为在他们的教法里面呢，他们认为阿修罗呢是在善道里面投生，因为他是有福报的众生，有福报的众生。但是在我们南传的教法里面呢，阿修罗道它不是善道，它是恶道，只是那边的众生他们是很有福报。但是呢，他的内心呢是非常的邪恶，非常的污染，尤其是他们的嗔心，他们的嗔心很重，他们妒忌心很重，他们不会随喜赞叹人家做好事的。所以在我们的南传经典里面呢，我们也是有看到哦，阿修罗道的众生呢，他们时常哦都会去天界，会上天界、欲界、天界去跟那些天人呐、打仗啊、斗争啊。他们就是这么邪恶，所以他们没有一天呢，他们的内心可以得到平静的。所以，当我们活在一个地方，如果内心得不到平静的话，得不到安宁的话，各位，我们就是在恶道里面的，在恶道里面的。所以，阿修罗道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众生。他们在他们的过去世里面呢，他们很会做布施，但是呢，他们有做布施，但是他们没有戒。讲到戒呢，在我们南传的教法里面呢，是有三种咯，就是有身、口、意咯。所以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身体的动作，然后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嘴巴，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叫做身口意行为嘛。所以身口意行为要有德，然后我们去做布施的话呢，那么我们肯定会往生善道去。如果我们只会布施，然后我们没有德的话，然后我们身口意没有德，我们不管怎样还会下恶道啊。所以今天我们去看到很多在有动物界，我们都看到很多嘛，就像熊猫哦，像熊猫啊，然后像现在有很多狗啊，哦，种种的那些品种的那些狗啊、猫啊、金丝猫啊这些，甚至有些鱼类啊，有些鱼也是很好命的啊。还有那些鸟啊，有些鸟也是很好命的嘛，对吗？然后呢，我在脸书，前一阵子我在脸书，我也是有看到他们，哦，我也是有看到他们在卖鸡呀、鸡根呐、啊。所以他的那种的鸡呢是很特别的，它的体型呢是很小型的，很 Q 的，很可爱的。它不是普通的鸡，懂吗？它是专门是拿来养美的，很好看的。它的毛呢都是五颜六色的，所以它们可以养在家里的。啊，这种的鸡呢，它们现在它们的福报，它们是有福报，但是为什么会做鸡呢？做动物呢？就是因为它们有布施，但是没有持戒咯。所以如果我们用华文来解说，用中文来解说呢？道德、功德跟福德，它是有不同的说法了。所以在用有了解中文的人会比较清楚咯，两个不同的观念呢，清楚吗？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啦，不要说佛教徒啦，我们普通的一个人，不管你信佛也好，你不信佛也好啦，OK。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也好啦，
你最基本你要有要修福要修德，所以你必须这两种上法呢，你是避免不到的。不管你信不信因果，不管你是信仰什么宗教，只要你每天你都在遵守，在实行这两种上法呢，那么呢，哦，你就可以得到好的果报了。而且这两种上法呢，是跟宗教没有关系的，它是自然法则，它是自然法则来的，不是因为佛陀讲，不是因为是佛陀发明，不是，这是自然真理，自然法则。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去了解？因为大家都没有去修行啊。所以只有佛陀他本身他修行，他达到那种的境界，让他有那个智慧，领悟到这些真理，这些自然法则，所以他就会跟我们显示出来。而且呢，他不是佛陀发明的，这些法原本其实已经存在了的，只是没有人去领悟，没有人去了解，所以世间上的人呢，他们就不懂，他们就不懂了。所以我们今天有听闻到佛法，所以我们才了解，哦，原来我们做人呢，其实很简单的。只要先把这两种善法提升，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很平安、很顺利，我们会得到很幸福的生活嘛。而且我们本身必须要去遵守的，我们必须要去遵守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了解这种的道理，所以我们只有一直往外求，往外求，所以。求到求不到我就不知道了，听懂吗？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认为说，如果你能求得到的话，你不是继续咯？我时常讲的嘛，很多人哦，当我在讲我的所认识的佛法的时候哦，很多人都还是很难去接受，很难去接受，听懂吗？所以我有时啊，那些信徒呢，他们还是不能接受的话，那么我就跟他们说 OK 了，如果你相信说啊，你去拜某尊神明的话，你认为你这样做法的话，可以让你得到保佑，得到平安，得到快乐，得到福报，得到发财的话，那么你不是可以继续去拜咯，对不对？你可以继续去拜你那尊神咯，然后呢，你自己就等着看，你就等着看是否你可以得到你要的目标咯。清楚吗？今天就好像今天我说哦，我要发财了，我去拜某位神明了，我去求某位神明给我发财，哦，或者是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还要买彩票，我还会，哦，还喜欢买彩票，希望说我买彩票我可以中头奖、二奖、三奖，所以我就靠神明，希望说神明帮我保佑我可以得到。如果我还是抱持这样的相信的话呢，那么我不是继续拜啦，看我能有没有得到，看我能不能得到中头奖、二奖、三奖，看我能不能发达。那如果我们跟你说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话，可能你会不喜欢嘛，对不对？可能你会不喜欢嘛。所以我只有鼓励你继续啦。你认为如果通过这种的方法，你可以得到发财。哦，可以得到兴啊、旺啊、坏啦，你不是试试看咯，看你能得到吗？对吗？如果能得到的话，那么佛陀就不需要叫我们要持戒啊、要布施啊，而且要很精进的布施啊、持戒。为什么佛陀要我们去修这些善法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了解佛法的话，你真的会感觉佛陀的教法真的是不一样的。他不是他他佛陀的教法，就是要靠我们本身必须要去修那些善法，那么我们才能得到他的果报。因为在这个世间上，我们也是看到很多人只是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只会求嘛。我不要讲其他的国家，在印度就好了。可能你们没有去过印度，可能你们也没有住过印度，所以你不知道印度的情况是怎样。我本身也是有住过印度，我也是去过印度，所以我对那边的人民的生活，他们的信仰呢，我非常的了解，而且呢，也是跟经典里面讲的一模一样。印度人其实他跟我们华人呢，拜神也是拜得很厉害的，而且呢，他们也是很期望，
哦，他们所拜的那尊神明可以协助他们得到很好的生活，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呢过得很好。但是今天我们去印度，如果我们去印度的话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满街都是穷苦的人家，满街都是乞丐，而且这些人也是有拜神啊，他们也是有拜神啊，他们比我们普通人还会拜呀、啊。他们对神明也是，哦，期望也是很高的嘛。但是为什么他们的生命你看不到他们改变呢？看不到他们得到好的生活呢？所以这就是证明佛陀讲的没有错啦，因为他们没有去行善布施啊、持戒啊，他们只是等着去求神明给他吗？他们只是等着罢了吗？善事不是要做的。连一杯咖啡呀、啊，连一杯咖啡呀、啊，你要等到他们请你喝的话呢，各位也不知道几时。我住过印度，我知道，你要等到他们然后请你喝一杯咖啡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在布施方面呢，他们很少去做到。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宗教的信仰里面，没有提倡这一点，没有提倡布施，所以他们不懂得怎么做。那戒根本都没有的，所以在印度呢，你会看到他们讲骗话最厉害的。他跟你讲的话，哦，你只是可以相信，哦，18仙罢了。他跟你讲11点来，你要准备他11点到了。哦，他们骗话也是很厉害的，所以有时跟他，我要跟他们约定某个时间呢，我必须要提早1小时。原本是说10点，我跟他说9点，啊，他们才10点会到。所以呢，在五戒里面呢，他们呢完全没有的。他们杀生呐、啊、也是很厉害的，但不是杀人呐、啊，他们杀动物去祭拜他的神明，杀羊，他们杀羊，哦，他们杀生也是很厉害的，偷盗啊，我们的东西时常被偷的。连鞋子也被偷了，所以我们东西放在外面，门外也不平安的。什么时候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会被他们偷掉的。所以他们没有，连我们种的花，比如说我们种的花放在外面呐、啊，所以他们呢看到美丽的花，哦，他们会偷采，他们会偷的。他们偷了那些花去哪里呢？去拜他的神明啊！他们是偷花去祭拜他们的神明的啊！所以很多啦。如果你们没有去印度的话呢，哦，你们就很难了解。所以你当你去印度住的时候呢，你会真的是完全了解，跟佛陀时代讲的一样。所以呢，佛陀呢就知道，本身就知道这些他们的信仰、他们的那些观点、他们的人生观呢，完全是错误的。所以佛陀一直在纠正，所以在纠正哦。所以能接受的人就 OK 啦，那些不能接受的话呢，就不能弄，他们还是坚持，哦，他们的做法就好像说，在我们的南传的佛教经典里面有记载说，舍利佛跟目犍连，哦，他这两个大弟子，他们是比较有智慧，所以他们接触到佛法的话呢，所以他们就可以接受佛陀的教法，然后呢，他们到最后呢也成为圣者，然后呢，当这两位圣者觉悟了以后呢，他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他们的过去的信仰，他们所接受的那些信仰是错误的，不能协助他们得到解脱。所以呢，他们就是抱着那种感恩的心、慈悲的心呢，想要回去度他的师父。他的师父当时在于佛陀时代呢，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导师。而且呢，他的随从也是很多，但是呢，因为他的师父本身呢，那种的我慢心太强了，因为他做导师又有很多随从、很多学生嘛，所以他那个我慢呢，他就放不下，所以呢，当他的这两个弟子目犍连跟舍利弗呢，想要去度他师父的时候，他师父都不能接受啊，他师父也不能接受他的佛陀的教法。
所以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认为他的观点是对的，所以到最后呢，他师父也没有解脱，他师父也没有解脱啊。所以从这很多典故里面，我们也是可以发现到哦，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哦，我们这些观点哦，如果我们一直执着我是对的话啦，那么呢，我们永远学不到很多东西。好，英文呢，我在脸书呢，我是有看到有一句话，就是说，If you think you are always right, you will never learn something new。啊，他的意思说，如果你一直认为你是对的话呢，你永远不会学到新的东西，啊，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还是坚持抱，还是坚持我们的信仰是对的话，我们不要去学习，不要去研究其他宗教的教法，尤其是佛陀的教法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们的智慧呢，还是会停顿在那一个阶段。就好像今天，哦，我们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亲戚啊，包括我父母，他们就是没有更上一层楼，他们还是很坚持他们的信仰，哦，是究竟的，是圆满的。所以呢，到他们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他们的智慧呢也没有成长，连最基本的教法啊、持戒啊、布施啊，哦，他们都不懂，他们必须要去提升，他们都不懂，他们只是抱着那种的观念，就是哦，我拜神，我神会保佑我就对了，就是这样罢了。所以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见解、他们的人生观就是停顿在那边咯，所以他不能成长咯。所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他们所作所为呢，哦，很多都是违反这个五戒的，违反五戒的，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了。那布施方面更不用讲了，布施方面呢，有时哦，我还要一直在推动他们，还要推动他们，他们才会做。如果我没有去推动他们的话，没有去鼓励他们，他们完全不会去动，不会去做这个布施的这种的善事的，啊，所以世间上应该会有很多这样的人，哦，很多这样的人，清楚吗？很多没有佛法的人呢，一般上都是违反五戒，都是违反五戒的啦，很多善事都不会去做的啦。所以有闻佛法就是这样哦，啊，有闻佛法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了解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会在行善方面，我们一直会提升，一直会提升哦。OK，偷盗是不是带来贫穷报？那么偷花也是一样，偷总之是不是你的东西，就算偷了的，任何东西，一分一钱，一张纸，一支笔。总之不是你的东西，你必须要确定那个东西是有主人的，就已经算是偷了的。哦，偷不管你是偷什么，偷不是说只是偷金钱呐，或者是偷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即使你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你去不问自取的话，也算偷。尤其是我们来佛寺的人，呢，我们很有时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会顺手拿一些东西来吃，那也是偷啊。尤其是那些食物，人家是拿来供养给僧团的，哦。所以当我们拿来给供养僧团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做供养，你去取拿来吃，那个也是偷，听懂吗？啊，除了我们已经供养给僧团了，然后呢，僧团已经拿完了。他已经拿足够了，然后呢，他就舍出来，然后把那些东西已经舍出来了的话，那么呢，又不算偷了。但是呢，所有的那些信徒拿的这些食物啊、饮品啊，哦，他们是拿来供养给三宝的，OK？所以只要我们念完这一句这些供养文的话，那么所有的那些供养品啊，都是属于僧团的，OK？所以，当我僧团、当出家人呢，还没有舍掉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供养品的时候呢，如果你们去取，哦，你们不问自取的话呢，这个就是算偷了，而且你是偷僧团的东西，所以你们这一点，你们必须要
很注意哦。我时常说，你们如果一直有跑佛事的话呢，你们必须要很清楚种种的这些偷盗啊，这些不善行啊，你们必须要很了解的。所以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去佛事呢是很危险的，真的很危险。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哈、哦，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这个是给僧团的、啊，所以你不要说不知走无罪哦，那个不是佛陀，那个不是佛陀的说法哦，你懂吗？那个不是佛陀的说法哦。在我们原始的佛陀的教法里面，我看不到佛陀有说不知者无罪哦。这个我在经典里面我没有看到有佛陀有这样的说法哦。啊，如果被人骗说可以吃，别人拿来给我们吃，那个是对方的问题，不是你问题。对方拿给你，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在哪里拿嘛。当对方拿某样东西给你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你这些东西是在哪里拿的啊？是怎样？你不会问到很详细吧？只要那个人他拿给你那样东西的话，如果他偷来给你吃的话，因为你不知道嘛，除非你知道他是偷来给你吃，那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吃。所以他骗你，他犯了两条戒嘛，他本身也犯了两条戒。第一，他犯了第二条戒，然后呢，第二条戒，然后呢，他也犯了第四条戒。但是对你来说，你跟这个犯戒呢是没有关系的，你跟这个戒没有关系，除非你已经知道，他是因为你偷给你吃，所以呢，如果你继续吃。你就跟他一起犯了这个偷盗业，你就犯了这个偷盗戒。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OK， 所以就不用紧，过后的已经不算了的，过后最那个业就是在当下造才算的，过后他跟你讲的时候呢，哦，那个已经不算了的，那个已经不算了，难道你要吐出来吗？对吗？而且你吃当时他给你的时候呢，你根本都不知道他骗你嘛，所以那个应该对你本身吃来说那不算犯戒，不算犯戒，清楚吗？所以那个人骗你，他又偷，他自己本身犯了两条戒，所以他自己要去承担这个恶果，清楚吗？啊，如果要像今天你们这样。你们今天拿所有的东西来供养给我们出家人吗？但是你没有跟我们讲是怎样来的哦，对不对？你偷来的也好，你抢来的也好，或者是说你去把那只鸡杀了，你去把那只鱼杀了，你拿来我们也不知道的、啊、难道我们吃了我们会有罪吗？我们犯戒吗？重点是说我们不知道吗？因为你拿来不是给我们呢，我们也不会去问你呀、啊，我们也不会说安迪你这条鱼是买活的还是买新的，我这么麻烦。而且我们尤其是我们去接受人家的供养的时候，我们不能开口讲多多话的，我们不能问长问短的，我们只是说你现在哪来的食物呢，我们只是接受罢了。除非你还没有布施给我们的时候，你还没有布施这条鱼给我们的时候，你就跟我说阿曼蒂啊，这条鱼呢，我是特别为你而杀的，我为你而煮的。那时候我知道了，我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不是属于三斤肉了吗？不闻不见，然后不为你而杀嘛，清楚吗？所以它不是在三斤肉里面嘛。但是如果你跟我知道，如果你一心给我知道的话呢？我就会跟你说安迪对不起，这条鱼我不能接受了，因为你是为我而杀，所以如果我接受你的供养，我照继续吃你那条供养的鱼的话，我也是犯杀生戒，因为我知道了嘛，你是为我而杀嘛。所以这个就是这些道理我没有清楚了，清楚吗？很多很多，我们每天我们
我们接受这么多供养的话，那么我们不可能每个人去问的嘛，对吧？我们是相信你罢了吗？我们是相信你。但是如果你特别的去买来杀，或者是你去偷来做供养的话呢，各位，你是你自己要去承担这个业，懂吗？你自己要去承担这个杀业，然后你自己要去承担这个偷业。所以跟我们接受者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供养呢，你继续供养这些东西呢，其实呢也是有果报的，各位，你也是有果报的。总之你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得到的东西去做供养的话哦，你也是会有那个果报的，你也会得到这个福报。但是呢当你得到这个福报的时候呢，因为你是造恶业来行善的嘛，所以你得到这个果报的时候哦，他不会给你好过咯，他不会给你好过。比如说你是杀生来做供养，你是活生生的去杀一只鸡，杀一只鱼，或者是说你去买半公斤的喇喇、哦、拿来杀，或者是说你本身去杀那些螃蟹拿来煮，你是通过杀生拿来煮来去做布施。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已经杀生，这个是另外一个业了，你在造了。那么呢你又把这些东西拿去做布施，你又造另外一种的业，这种的业是善业。所以呢你有造黑业你也有造白业，所以有时候呢它的果报会黑白业一起成熟。所以你得到这个果报的时候，比如说你布施你有福报吗？但是呢因为你杀生嘛，所以你得到果报的时候，你有福报的时候呢，你会病魔缠身，或者是你会短命，或者是说你不会往生恶道啊，你不会往生善道，你会在恶道去享受你这个福报。那么如果你是偷来的，你是偷来的东西哦，因为你是偷嘛，对不对？所以你犯了这个恶业，然后呢你拿去做布施，你拿去做布施，所以你也有福报，你有福报。所以当你得到这个果报的时候呢，你所得到的这些果报，你的财产呢，你永远不会平安的，你会时常遇到贼啊，你会时常遇到那些不孝子啊来跟你，你会遇到一些人来跟你抢财产啊，就是说你得到的财产他会给你心很清净的，会给你很烦很烦很烦的。所以你有两种业哦，你有造两种。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有看到有些人有钱啊，很有钱，但是呢他也是有很多问题啊，他很蛮生病啊，或者是有些是短命啊，或者是他的财产，他的物质时常入贼啊，或者是他时常被人打抢啊，他时常会遇到老千啊，这个就是他的业。他在行善的时候是不干净哦，不清净的，他没有戒哦来行善，但是跟我们接受者没有关系的 ，OK， 跟我们接受者没有关系的哦。所以你们要布施什么是由你们决定。所以呢在缅甸呢有一些他们的那些出家人啊、他们还是坚持吃素咯，他们还是坚持吃素啦，有一些部派啦，缅甸呢也是有很多佛教部派的嘛，对吗？然后有一些部派呢他们还是坚持吃素啦，他们坚持吃素。为什么我去做一些研究，为什么他们坚持吃素？其实他们不是说故意要违反佛陀的教法，他们也知道佛陀没有制定说一定要吃素嘛，但是他们还是保持吃素。他们保持吃素的呢，他们为什么要保持吃素呢？就是因为他们为了要避免他们的信徒哦去犯杀生戒，因为哦在那些国家哦，很多那些甘蹦甘蹦的人啊，乡村的那些人啊，哦，他们一般上乡村的人你都知道啦，他们都是很喜欢杀鸡杀鸭的嘛，哦，他们自己养鸡呀、啊，然后他们自己杀的嘛，甘蹦的人都是这样的，乡村的人都是喜欢自己养自己杀，他们说还比较有好，比较新鲜啊，然后呢口味比较好嘛，所以。
所以呢，这些修行者、这些出家人哦，他们为了避免他的信徒哦，去杀生来做供养，所以他们就坚持要吃素，就是这样的。他是为了避免呐，避免他信徒哦去犯了这个杀生业，所以他们就宁愿吃素咯。他不是故意违反佛陀的教法的嘛，他是为了要保护那些信众们、信徒们，哦。避免去杀生嘛，因为刚蹦的人呢，他们可能对法方面呢也是没有了解的嘛，所以他们以为说啊，我去供养就好了，所以他不知道他犯了杀生，所以很多，所以我才了解哦，为什么这一般的出家人为什么要吃素哦，原来有他的道理哦，因为有很多很多信徒哦，他们没有真正的去听闻佛法的。没有听闻佛法的信徒很多的，所以连五戒都不清楚的。但是他们知道说，哦，供养布施出家人很好，所以他们就不懂得咯。总之就是布施好罢了。但是他不知道原来，哦，还要顾他的戒的，他不知道嘛。OK，要煮给家人吃，供神的时候可以一起煮吗？可以把煮完的素分成两份一份给？可以啊，可以的。你们在家人。哦，你们要做供养的话，但是你先把它拿出来先，哦，你们在家人不可以说吃了才拿，你煮好了以后，你煮好了那食物了以后呢，你就先拿出来一份，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拿去供养，所以你要供养的那份哦，你不能给在家人去吃到去碰到，哦，你必须要先拿出来，然后你拿去做供养，啊，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是没有错的。疑心疑鬼啊，没有办法的啊，这种人，哦，他这种人，他就是太执着他的财产，所以我就说佛法就是很重要咯，听懂吗？没有佛法的话，什么想都会出来的啦，讲不完的啦，世间上我看很多了啦。我看很多了，有佛法就是不一样的啦，没有佛法的就是哎呀，很多负面的思想的啦，啊，所以很苦的，没有佛法的人就是很苦的。像有佛法的人呢，你就知道了，如果你去担忧也没有用的吗？你怀疑，你一直担忧也没有用的吗？如果你的业不好的话，你不担忧也是人家会来偷，会来抢，你担忧人家也是会来抢。所以，我们一般上，我们普通的人，没有佛法的人呢，我们就是这个疑心很重嘛。这个其中一个盖，我们叫五盖之一嘛，就是疑心嘛。这个每一个人都有的，各位，贪嗔、吊机、昏沉、疑心嘛。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善心，它可以让我们呢活得很痛苦。让我们活得很不自在的，所以这个疑心哦，会在很多方面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疫情的问题，啊，尤其是我们看到陌生人，我们那个疑心就开始就浮起来了，有这个人呢有没有病毒啊？所以很多人我们经过的时候，有一些人哦，他们快点拿口罩出来啊，或者是拿手巾出来，然后我们要接近他的时候，他快点戴住了喽。为什么这样？他疑心嘛，这个就是疑心作怪嘛。哦，他就是一直怀疑我们有病毒啊，他一直怀疑我们是带病毒者，所以只要我们一接触，他就开始怀疑啊。哦，那病这个一定有病带，一定有病毒的，所以我快点盖住我的鼻孔啊，盖住我的嘴巴，快点拿那个口罩来的。所以很多我去爬山的时候，时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啊。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不管了。啊，这种人就没有疑心，像我们没有疑心的，我们不管遇到谁也好，我们没有那个疑心，我们不会马上说，哎，怀疑，哎，你有没有病，你是不是带病毒者？我们完全没有那个疑心的，所以我们很自在的。我们遇到陌生人，我们也自在，口罩我们也不用戴，不用紧的。那我们也是相信业嘛，你有善业，你还怕什么？对吗？有时候，所以我讲了，善业很重要的咯。你有善业的话，你的善业很强的话，你不会遇到这些不好的人的，你不会遇到这些哦
逆言的了，不会的了。你的善业这么强，即使你遇到的话呢，很快他就跟你化解掉的。所以我曾经跟你们有分享过嘛，有一些人他们看到这种人，他们就马上他们就不爽，所以就找我去投诉嘛。那有一些爬山的那些brothers 啊，他们也是找我投诉师傅。他跟我说："师傅，我有时看到那些人，看到我们来，马上就戴口罩的这种人，我很烦的，我很生气的，我很讨厌他们这种的态度的。"他一直跟我投诉，我说没有办法的嘛，对吗？要接受啦。我说我们，你以为我们出家人没有面对，我们出家人也是面对他们，看到我们出家人，他们也是看到我们，也是好像我们是带病毒者。所以他们开始怀疑我们，对我们没有信心，对吗？我们是陌生人，他们对我们怀疑不用紧啦。这现在也是，现在很多对自己的亲人也是疑心很重的吗？现在做儿女的也是对他父母亲也是疑心很重的。哎，你出去外面，你有没有病毒？这也是疑心啊。所以你一定要消毒。去年很严重。我有几个佛友跟我讲，有信徒跟我讲，去年啊很严重的时候啊，哇，他的家里的人啊，哦，完全对他一点信心都没有，总之他出去外面。回来了，又快点了，叫他消毒，叫他去洗澡了。哇，他说很辛苦哦，很辛苦。所以这种的人就是疑心病太重了，疑心病太重了。总之，你出去你就是有病毒了的，这个就是很弄到很多人都是有那个精神病啊。我拿很多家庭吵吵闹闹就是这样哦，吵架。我那些安哥跟我讲啊，很烦啊，师傅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儿子出去外面，他回去了，他就快点就要我快点去冲凉洗澡，要快点什么什么，他说很烦了啊。这个是来自哪里？疑心病太重，每一次出去就是这样，回来就是要吵架。他讲，为了这个疫情哦，他的怀疑心这么重哦，所以时常要吵架。父母儿女时常吵架，所以这个疫情害到很多人造恶业啊。为什么？疑心病太重。连你们那些夫妻的关系也是在怀疑太太，在怀疑丈夫找小三，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心病来的，是我们普通人一个污染的心来的。所以就是要有佛法来化解这些污染的心，所以没有佛法的人就是很苦，就是这样。所以佛陀讲，生长在生死轮回苦，为什么？因为有污染的心啊。那些圣者为什么没有苦？那些觉悟者为什么没有苦？因为他们的污染心已经灭除掉了，没有了。他们已经把它全部削减到了。你要劝导他罢了咯，老人家就是这样的啦。我自己也是看很多老人家很喜欢骂，很喜欢揍人的啦。我小的时候，我住在乡村，很多都是很喜欢没有口业的，各位。所以我就说要有佛法，就是这样咯。那个老人家，如果他没有佛法的话，你有办法去度化他，靠你自己去度化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去听闻佛陀的教法，没有去听闻正法的话啦，他们的这种的恶习，种种的恶习呢，是永远改不掉的。所以没有佛法的人哦，就是一直在造恶，一直在造恶，就是这样。所以佛法就是很重要，就是这样哦。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那个好的果报给他去听到，所以就很难哦。所以靠你自己哦，你这位佛友，你讲的这个老人家是你自己的亲人吗？是吗？
如果是你的亲人，就是看你的智慧怎样去度化他了。你要怎样？如果我不认识吗？所以我今天我们今天跟你们讲佛法，你有缘，你听到我的佛法，那么呢，你听了佛法了以后呢，哦，你自己懂得怎样用在你的生活上，那么你又可以将你所听闻到的佛法，了解到的佛法呢，再拿去度其他的人，度你的亲人，度众生，不是靠我们出家人一个人去做这个工作。我们佛陀将他的法传给我们，我们了解了，我们再把它传给其他的人。我们自己也是扮演，我们自己要扮演那个角色，将我们了解的佛法呢，去度人。然后呢，你自己了解的佛法了以后，你自己又拿去度人呐、啊？你不要等我们去度吗？因为我们要去度某一个人，那个人要跟我们有缘的才可以的，你知道吗？才可以跟我们有缘，我们才有办法去度到。如果那个老人家他，比如说是你的亲人呐、啊，他跟我没有缘，我怎样去度化他呢？我怎样去度他呢？所以这种的人就是要靠他跟那个人的缘哦。如果你跟他有缘的话，你就是要想尽办法去度他哦，就是这样罢了，没有办法了的。所以我时常讲嘛，一个人如果没有听闻到佛法呢，他这个人呢，永远不会变好人的了，很难不会变好人的了。所以有听闻佛法才会变圣者吗？世间上哪里有没有听闻佛法会变好人、会变圣者的？你找出来给我看，除非他是要成为辟支佛啦。把剩余的白饭煮成粥或炒成炒饭再供养。这个问题哦，我认为啦，这是我个人的观点，OK？所以在经典里面是没有讲得很清楚啦，因为你那一碗饭哦，你在家里煮的，对不对？已经是你们在家人已经是吃过了的，对不对？你们在家人已经吃过了的，然后呢，那个已经是被你们在家人碰过的东西，然后呢，你再拿去做供养，这个是不说很好，不说很好咯。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虽然在经典里面是没有这样讲啦。除非你的那一窝的饭哦，没有你们在家人碰过的，那么呢，你隔天拿去煮粥啊，拿去炒呢，拿去做炒成炒饭呢。因为你那一锅的饭没有给你们在家人碰过嘛，清楚吧？如果你们在家人已经碰过了的话呢，那个东西已经不算是一手的东西了，那么那个已经是二手的东西，已经是用过了的东西，而且你现在是供养给僧团，知道吗？你不是给普通人供养僧团，你的果报你是怎样供养，你那个果报会弹回来的，知道吗？听懂吗？现在你是用二手的东西来做供养的嘛？你也是会有果报的，没错的。总之你是去供养的话呢，你也是会得到的果报。但是你得到的这个果报，因为你是二手的东西嘛，所以以后你的果报哦，成熟的时候呢，可能你得到的东西全部都是二手的咯，二手的果报咯。啊。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啦，所以一般上呢，不管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已经是在家人碰过了的、用过了的，那么我们尽量自己吃啦。为什么要你去供养？那炒煮粥煮炒饭给你自己的家人吃啦，你要拿去供养，最好拿新的东西啦。除非你就说不用紧，以后我的果报成熟的时候，我的 second hand 全部得到的果报是 second hand 的，儿子也是 second hand 的，太太也是 second hand 的，丈夫也是 second hand，物质也是 second hand，全部 second hand 的，你没有一样东西是新的，这个果报你要吗？因为它已经算是二手货了嘛，二手的东西了嘛，你现在是供养给僧团，你开玩笑啊？所以在经典里面，我们也是有看到他们有一些他们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们呢每一餐然后他们不先吃的。
所以东在泰国还是在佛教国家哦，那些在家人哦，他们早餐哦，他们不会先吃的，那么他们供养了以后，他们才吃，他们先把第一餐哦，他们不要吃的，他们先拿去做供养的，供养了以后他们才吃的，所以每一次他们得到的果报什么什么都是得到第一的咯，first hand 的咯，一手的啊，没。不管拿奖品也是拿第一，什么都拿第一的咯，有这样的典故，我也是有听 Mondays 玩咯，曾经讲过这样的果报，所以懂这些因果业报的人呢，哦，他们一定会先拿去做供养的。所以，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很多人呢，哦，先吃了才来做供养，输了啦，输了咯。所以在我这边的。尤其是在我这边的，这边的地方呢，哦，我也是鼓励那些信徒，你们如果要来吃午餐，你们要来做供养午餐，你们自己先不要在外面吃，还是在家里吃饱才来。那你先把那一餐，第一餐拿去先做供养，那你得到的果报会比较高尚，听懂吗？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清楚啦。然后那剩下的东西。哦，你拿去给自己煮来吃啦，家里人吃啦。为什么要拿去给僧团？给僧团，你要供养好的嘛，越供养好的东西，你果报就好高尚一点啦。哦，嗯，食物啊，那金钱，如果你要这样算的话，那你就不用供养了咯。有一些东西就是靠智慧的啦，不是每一样东西的啦。重点是在他讲的这个是食物嘛，食物就是你。哦，已经吃剩下的，钱哪有剩下的？每次你要去印钞票啊，你要去印钞票，每次你要供养钞票，你去银行去换新的啦，是这样做吗？那不是很麻烦？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是这样讲的啦，听懂吗？啊，钱有分 first hand second hand 的没？没有的啦，是吗？食物就有啦，食物就有，但是你可以继续做的。你可以做的，你要供养二手的、三手的、四手的，不用停的，你可以去做的，没有错的，反正是善行嘛。但是你会得到的果报会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他永远不会得到 first hand 的东西的，连老婆都是 second hand 的，连丈夫都是 second hand 的嘞，对不对？连衣服都没有新的，有些人完全不没有那个果报穿新的衣服的。他们完全没有果报啊，去享受新的东西的，全部都是二手人家给的，人家不要了的都是给的，这个就是他的果报咯，他的果报咯，连食物也是人家吃剩下给他的，就好像那些乞丐很多，在印度我在印度住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乞丐很多都是人家吃剩下的，人家给他，他完全没有，他很难有那个果报得到一手的啊食物，没有，都是人家吃剩下的，拿去啊。啊，那些偷我们的东西也是偷，全部都是 second hand 的东西，他的果报就是要享受，他的果报就是只能得到二手的东西哟，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你不是可以继续做啦，二手、三手、四手不用紧的嘛。一般上我都不鼓励，那些信徒他们。你要来做早餐也好，还是要做午餐也好呢？你们不要先吃，哦，你们拿来做供养的，然后你再到场一起吃嘛，反正相差的时间也不多嘛。那我也是有遇到一些佛友，他们来做供养的时候，哦，供养了以后，我叫他们吃，他说，对不起，曼爹，我们已经吃饱了的，我们已经吃饱来了的。那我就心想，你这个人真的是，哦，这种的普通的道理都不懂，哦，你。严格上，我们都会先给三宝吃啊，给僧团吃吗？对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家里的教育也是，我家里的教育也是有教导我父母亲，啊，尤其是我母亲，他们会教我说，我老爸还没有吃饭的时候，我们不能先吃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家庭教育呢，有没有这样的教法？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母亲呢，哦，她都一直教我们的。如果我父亲还没有吃饭的话，我们不能先吃的，啊，
即使我们要吃，我们如果真的是很饿，或者是我父亲很迟回来的话啦，我们要吃的话，但是呢，我们要舀的饭呢都是舀旁边的，我母亲会一直教导我们这样的做法，我们要吃先吃可以，但是我们不能拿中间的，中间的我们不可以去碰的，那个是要留给父亲的，我们要给父亲吃的，我们要吃我们就拿旁边的，这个就是我家庭的教育了，我不知道现在的父母有没有这样做啦？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父母有没有这样做啦？哦，你吃不是吃啦，而且还拿好料的给他，最好料的就拿给儿子。那丈夫呢，回不回来一次？太太回不回来一次？不管他先，儿子排第一啊，24孝父母啊。现在的时代可能是这样啦，但是我的时代不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印象，在我那个我母亲教导我们的这种的教育呢，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每次我们看到父亲很晚回来吃饭的话，我们饿了，我们不能顶，我们就会拿，但是我们不拿中间的，我们都会留着中间的给父亲吃的。如果父亲有在，我们就不能先吃的。这个是我们的家庭教育了。那么何况在我们的佛陀的教法里面，这种的尊重更加要有，因为僧团在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里面呢，它超越我们父母亲的地位的，知道吗？僧团呐，出家人的地位啊，他们的身份呢，它是超越我们的父母的地位的，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这些道理，我们要有一些去了解。OK，我们煮菜供养僧人时，煮的是吃味道，那个可以啊，那个可以，但是你不要。那这汤匙你舀了，又拿来舀，又拿来舀啦。那要给我们出家人吃你的口水吗？对吗？你只是试了味道，然后你就换汤匙。如果你要重试味道，你可以换汤匙。这个是你的动机很重要，你的动机你不是偷吃。难道你们不试味道，然后随便拿来让我们吃了，不是很辛苦？等下又太咸，等下又太辣，等下有味，对吗？那没有什么的，是味道可以的，不叫偷，那个不叫偷，所以这些道理也是要很清楚，OK。是吧？今天的问题太多了。关于吃的问题，OK，现在我继续跟你们讲这个关于这个，上个星期我没有讲完的这个主题，还有一些时间哦，我今天我要给你们知道说，关于这个吃素哦，是否有没有牵涉到杀生，所以我今天就要给你们知道杀生所要记住的条件，所以。那你了解这个杀生记住的条件的以后呢，那么你就可以大约知道，你在吃荤的时候或者吃素的时候呢，有没有牵涉到杀生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OK。所以在上个星期呢，我也是有跟大家讲解说。总之是在你的家里也好，在佛寺也好，剩下的白饭就分给信徒拿回去吃，不要就不要拿隔夜的饭菜来供养了咯，对吗？反正在佛寺剩下的东西都已经舍出来了，然后呢，你们就可以拿回去吃嘛。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呢？对不对？供养那些新鲜的东西比较好嘛，比较好。因为我这边也是这样的做法吗？OK，我这边每天都有剩下饭菜的吗？难道把那些剩下的饭菜呢留住，然后呢明天再拿来给它热一热、炒一炒就拿过来吗？对不对？所以我的这边的做法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回去分啊，拿去分掉。为什么要留到隔夜呢？对不对？反正僧团都已经舍出来的东西嘛，所以你们大家的你们出家人可以拿的嘛，为什么要留个天呢？如果要留个天的话，就不新鲜了吗？我这边也是很多，每天都剩下很多的嘛。如果每个人都要留下，那么你明天就不用去做你的
你自己的布施就不用做了咯，你每天都是拿剩下的饭菜来做布施，是吗？能吃掉就把它吃掉咯，对吗？不要留咯，食物是这样吗？留个月就不新鲜了的吗？ OK， 继续讲我这个这个杀生这个问题。 OK， 杀生呢，如果你了解他的记住的因缘呢，你就知道你吃素也好，吃荤也好，有没有牵涉到杀生，所以你就很清楚了。所以上个星期呢，我就有跟大家分享说杀生呢是一种恶业嘛，对不对？所以得到的果报呢，我们下一生我们会往生恶道啦，这个在很多经典都是有提到的。 OK， 是恶道。那么如果我们出生为人的话呢，那么我们会得到短寿，或者是说病魔缠身咯。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犯了这个杀生业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得到平安快乐咯。虽然我们做了人，我们有机会做人，但是他的果报呢，也是给我们会很苦吧。哦，每天都会生病啊，时常会生病，时常会去看医生。哦，好像已经供养的时候不能再供养第二次。其实这个是见仁见智啦，只是我们不鼓励啦。哦，我们不鼓励，而且在经典里面呢，哦，佛陀也没有说，很明确的有指。在哪一部经我还没有看到有说可以啦还是不可以啦，听懂吗？只是说我们不鼓励啦，已经供养的食物哦，已经供养出去了，不要再供养第二次了嘛。因为我们出家人不能留食物的嘛，我们不能留食物的，能吃完就吃完，吃不完再叫人拿回去吃，就是这样罢了。其实问题很容易解决，为什么又要拿回去，然后呢明天又再拿来呢？就给自己不是很麻烦。然后你把剩下的食物呢，你明天又拿来，那你自己就不用做食，不用做布施了没？对吗？你自己本身就不需要拿你的血汗钱去买食物来做供养了没？所以这个吃方面呢，就是很多问题的啦。哦，我们暂时不谈，我们回来谈这个吃素的这个问题。OK， 所以杀生呢，他给我们的果报是哦，很就是不平安咯，对吗？所以为什么佛陀要我们遵守这条戒律咯？所以他佛陀这些道理呢，其实是佛陀本身他觉悟了以后他知道哦，而且这是自然的法则来嘛，哦，不是谁发明的嘛，清楚吗？所以所有佛陀讲的这些法呢，各位千万要记得哦，是佛陀领悟，是佛陀去领悟他的道理，他的果报哦。而且呢不是佛陀的发明品，所以这种的道理是大家要很清楚咯。哦，而且呢这种的法是自然法则来的嘛。哦，不管你信不信也好啦，哦，你做了你就是会得到他的果报，而且他是属于所有众生的。哦，每个人都是要去面对的，所以你不杀生你就 逃过这种的恶业了。所以你不管你信不信啊，哦，你不要以为你不信你去做这些造了这个恶业你不会有果报，你不是试试看啊。 OK， 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你去相信的嘛，哦，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你不信的嘛，这个是你看你个人了。我只是在经典里面我有看到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佛陀要我们禁止杀生，不要去造这个恶行了，因为他的果报是不好的嘛。所以这一点我们了解了，所以我们尽我们所能哦，尽量不要去犯了这个恶业就对了了。所以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如果我们要违反了这条杀生戒呢，必须要有五种因素咯。如果五种因素记住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就犯了这个杀生业。所以第一个就是受害者为有生命之物，第二呢就是他是属于生命之物，第三有杀生的念头，第四杀的行动导致死亡为止，第五呢死的结果咯。所以这五种的因素记住了以后呢，我们就犯了这个杀生业咯。所以有时你去犯，你去弄死一只蚂蚁，或者是一只飞虫，那么你就自己看啊，
这五种的因素记住了没有？如果这五种的因素记住了，你就算犯戒了，听懂吗？尤其是第一种我们知道吗，对方是有生命的，第二他是属于有生命，第三的最重要的，你有没有那个念头，哦，有没有那个念头去杀他？所以有时很多人去问曼爹嘛，曼爹我扫地啊，有时我扫死了那只扫死了那些蚂蚁，那怎么办呢？有没有杀生呢？这个就是看你当时你在扫地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杀生的念头咯。啊，这个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杀生的念头哦，如果没有的话就不算咯。就好像说有时我们走路嘛，对不对？我们走路的话，然后呢我们会不小心踩死某一些蚂蚁啊，或者是飞虫在地上，我们不知道啊，或者是有时蟑螂在地上，我们不知道，我们走路踩到它，突然把它打扁了，那应该不算咯，因为我们没有杀生的念头嘛，那时我们完全没有杀生的念头嘛。所以有时意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驾车啊，我们驾摩托啊，然后我们撞死猫啊，撞死狗啊，那个应该不算杀生咯，因为你驾车你不是故意去撞死它嘛，对吧？意外的东西应该不算咯。所以有一些佛友他们有时啊，他们驾车突然间有一只猫跑出来，所以他就把它串，哦，应该是没有死也是半死了，所以他心里很难过。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应该没有那个杀生念头，所以你不算杀生戒了。而且你要杀某一种有生命动物的时候，你必须要采取那个行动，要故意要有那个方法的，对吗？啊。所以如果你要去杀某一些有生命的东西啊，动物也好，人也好啦，如果你去杀了它，但是它没有死啊，到最后它没有死，所以也不算犯杀生戒啊，因为它最后一个因素是说死的结果嘛，死的结果，所以如果它没有死的话呢，也是没有算犯戒咯。所以这些道理我们要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去吃素也好，或者是我们去啊，尤其是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吃荤 ，OK？ 所以当我们在吃荤的时候，我们在吃肉类的时候啊，猪肉啊、鱼肉啊，哦，那条那块肉，那条鱼呢，是不是我们本身去杀呢？啊，是不是我们本身去杀呢？所以第四个因素，杀的行动导致死亡为止，杀的行动呢？我们有时我们不是自己杀，但是我们指使他人杀，我们教唆他人杀，那个也是算是犯杀生戒咯。所以有时我们自己不杀，但是我们叫他人杀，那个也是算杀生戒。所以我们自己造了这个恶业，我们还会害到其他人去造这个恶业咯。所以倒不如你自己去造这个恶业，为什么你要把人家拉下水呢？所以这个就是智慧咯，听懂吗？所以有时我们自己不杀，我们叫人家杀，那也是算杀吗？听懂吗？算杀的。所以他那个方法，所以我们叫人杀。所以现在很多人啊，哦，他不要他的太太还是他的女朋友怀孕了，叫他去堕胎嘛，对吗？有时女孩子不自己去堕胎，但是他的男朋友还是他的先生，还是他旁边的人。不管是谁叫他去堕胎，那个人就是犯杀生戒，所以变成两个人一起去犯这个杀生业咯。所以你自己去堕胎呢，你自己犯这个恶业咯，但是你自己不去造这个恶业，你叫他人去杀嘛，所以你变成两个人去造恶业咯。所以有时候要造恶业自己去造咯，不要叫他人去造嘛。你要去偷东西你自己偷，你不要叫人家偷，一样的道理咯。那个方法，听懂吗？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很了解咯。所以你今天你去吃素，你今天去吃素了，哦，那不是你去吃荤了，那条鱼呢，已经有了生命了没有？它已经是属于有生命的动物了没有？如果它是已经死了啦，如果那条鱼已经死了，或者是螃蟹，它们已经死了的话。所以你吃的话你根本都没有发杀生业嘛，因为它已经是没有生命了的嘛。所以我们去买肉类，我们去买鱼类的话呢，其实我们去好像我们去买菜这样罢了，
我们去买菜一样的，它完全没有生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吃呢？所以这个杀生的这个条件，我们如果了解了以后呢，哦，那么我们就会吃得很快，很心安哦，很心安哦，啊，你预先订购的话呢，也是算杀生啊。你 order 吗？明天啊，你要这条多少公斤的鱼？就好像现在有很多人，他们要去庆祝他们的生日啊，去那个啊 restaurant 啊，去海鲜楼啊，他们去订嘛，啊，在某一天某什么日子啊，我要多少多少只那个乳猪啊，多少多少条螃蟹鱼啊，你先预定的话，那个就算已经算杀流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的。所以你们要很小心哦。你们的庆祝生日啊，哦，母亲节、父亲节的时候啊，你们这个道理你们要很清楚哦。你们不可以去预定的话呢，也是算哦，因为你去预定，你知道那只动物还没有死吗？它还是有生命的吗 ？OK， 你知道要杀的吗？你很清楚要去杀的吗？虽然你不杀，但是你教唆他人杀吗？你指使他人杀吗？所以到最后那个人去杀咯，杀了死了，煮给你吃咯。所以这个就是算杀生戒了咯。所以很多人在这个事情上哦，不懂这个道理哦。当他在庆祝某一个生日或者是什么结婚礼啊，还是大寿的时候呢，一下子他们杀了多少条命？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杀那个乳猪啊。那猪啊还是很小只的，一座一只咯，十座就十只乳猪咯，这个算杀咯，所以这个你们要很清楚咯。所以现在如果你懂这个道理的话呢，你就不要去 order， 你就可以吃冷冻的就不用紧，各位冷冻的就可以，因为冷冻的话呢，那些动物啊，那些鱼哦，他们已经死了的 OK 啊。所以只要你要吃的任何的肉类呢，总之就是没有生命了的，已经死了的就可以，已经可以了的 ，OK。所以这个道理你们要清楚咯。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就选择吃素咯，选择吃素就这样咯，避免不要去牵涉到啊，不要亲生或者是指使他人杀咯。啊，吃素的话呢，肯定是没有牵涉到了，哦，肯定是不会牵涉到了。但是说你们，所以我们在南传的教法里面呢，哦，所以你们要做供养给我们出家人，你们供养荤食的时候呢，你们必须要很确定哦，你们买的那些肉类呢，不是你亲手杀，不是你去指使他人杀，然后呢，你拿来做供养，你要确定。你买的那些肉类哦，已经没有生命了的，已经死了的，那还 OK 了的，可以接受的，因为那些动物不是你杀了的，是他人杀了吗？他们杀了的，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动物呢是可以当药来治疗病的嘛，所以他们要去杀，就好像我记得。以前我母亲然后他们会专门去买那些黑色的鸡呀、啊、鹅鸡拿来炖药材嘛，哦，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哦，这种的鸡拿来炖药材可以保健吗？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好的健康吗？所以他们可以杀咯。但是在佛陀的教法里面，不管那只动物是怎样的话，它即使它当作是要来治疗你的病的话呢，你也不能去拿来杀。总之就是有生命的东西你不能去杀就对了，不管你的用途是什么，即使你认为它是可以拿来治疗你的病症的话，哦，你也是不能杀，除非你去找那些已经杀死了的。就好像目前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也是看到说啊，那个箭猪爪嘛，哦，之前有一个佛友曾经问我，哦，他们认为说箭猪爪可以治疗很多病症嘛，所以他们为了要拿到箭猪爪呢，他们必须要去把那只箭猪呢活生生的杀掉，然后呢才从它的肚里面呢把那粒
建筑找人拿出来。所以他问我啦，他那个佛友好像有问我，如果我们去买建筑找、哦、来吃的话，我们有没有罪，有没有犯杀生业？你拿的建筑找，你买的建筑找，最重要是说你没有去指使那个人去杀那只建筑给你。你买的那粒建筑找已经是被他人杀了，而且呢他也不是为你不是特别为你而杀。所以你去买，就好像你去买药，去买药物这样罢了咯。除非你去预定啊，你去跟那个人说啊，这只建筑找我要，这只建筑里面的建筑找我要，所以你指使他人去杀那只建筑，然后你去取他的那个建筑。所以那只建筑呢，是因为你他去杀，是你指使他去杀，所以你犯杀生业咯。所以不管是说那只动物呢，它是否可以协助你得到治疗你的病症，还是不能得到你的病症，只要是它还是活着的话，你去杀，把它杀掉，那么你就是算犯杀生业了。哦，嗯。所以这个就是讲不完的这个杀生，所以你要讲到杀生的话避免不到的啦。 OK， 讲到这个蚊子的话，点蚊香的话，其实呢我不知道啦，如果你在房间里面点蚊香的话，一般上呢蚊子它从远方它都会嗅到那个烟味，它就会飞出去了嘛，对吗？我据我所知啦，一般上我们点蚊香啊、驱蚊剂啊还是什么，我们的重点呢是驱赶蚊子罢了。但是它会不会死，我还没有看过啦，我还没有看过哦。那个蚊子呢，嗅到那烟味、那个香蚊香味，它就掉下来死，我还没有看到啦。总之，我就是说，如果我有点的话呢，在我的这个四周围里面，哦都没有蚊子进来啦。如果你说如果有牵涉到杀生的话，如果点的蚊香会杀到蚊子的话，那么我看很多那些森林派的那些出家人呢，每天都在杀生哦。你相信吗？那些住在偏僻的那些树林里面的那些出家人，他们也是点蚊香的嘛。以前我在西兰卡的时候，我去一个岛，修行的岛，他们也是点蚊香的。那么如果你说点蚊香会杀到蚊子，犯杀生戒的话，那时候我想那边的出家人不是每天杀生咯，犯这个杀生业咯，是不是这样讲？我不知道啦，我还没有看过啦，我点蚊香蚊子会死啦，我还没有看过，是不是各位点蚊香啊，蚊子会出道了，然后会死掉，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杀生戒你们大约有一个概念的吗？所以有时你们在煮菜啊、哦、你们要确定你们煮的那些菜啊、肉类啊是不是活生生的咯，如果是活生生的就不可以了。所以在市场上买来煮的那些已经不算了，因为他们都已经没有生命了。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哦，为什么佛陀允许我们啊、可以吃荤，就是这样。这个是佛陀自己有那个智慧，他了解了、哦啊、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会在经里面这样告诉我，如果是说、吃荤就是杀生的话，佛陀应该会阻止我们嘛，对不对？会阻止我们不要吃荤嘛，但是佛陀没有阻止我们、啊、他说我们可以选择继续吃素还是吃荤嘛，因为佛陀都看到嘛，杀生的它的成立的因素是什么，所以他给我们知道了。OK， 蚊香的确会死掉掉下来，我就不知道啦，因为蚊香我是没有看过，点了蚊香那个蚊子会死掉啦，点蚊香蚊子不来而已，不会死。飞走而已啊、哦，这个我就认同了，这一点我就认同了。点蚊香蚊子不来而已，因为它从远处它就嗅到那个蚊香味了嘛，所以它就不进来了咯。
他一嗅到，他就会飞走了吗？他不可能又冲进来的吗？对吗？我真的还没有看过啦，我捡这么多年蚊香，我还没有看过蚊子在我的地上，早上起来，哇，满地都是蚊子，我没有看到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多那些住在森林里面的那些修行人啊、出家人啊，很多每天都杀生牛肉，因为在树林里面，很多那些信徒哦，他们都会供养蚊香的。以前我去住一个地方的时候，也是森林里面的、树林里面的，他们也是买很多信徒都会买蚊香给我们的，给我们去点的。所以你说有没有牵涉到杀生呢？我就不知道啊，我没有看到，我是没有看到啦，我是没有看到。早上起来的时候，满地都是蚊子啦，没有啊，我没有看过啊，一只蚊子都没有啦，我没有看到它们会死哦。我相信那蚊子也不是这么笨呐，对吗？它们很敏感的吗？嗅到味道，它们就飞走了的吗？它们不会这么笨啊，硬冲进来的吗？蚊子也是哦，有那种敏感度的嘛，所以我不知道啦。蚊香点蚊香会杀到蚊子呢，我就没有看过啦，我是没有看过，所以我不敢跟你讲。喷蚊油的话，肯定啦。你喷蚊油的话呢，如果你是蚊子哦，你喷在它身上，它一定死啊。那个就杀生了，那个就杀。但是如果你是喷在你的房间哦，然后你窗口打开，蚊子肯定不能进来了吗？对不对？因为你一喷蚊油的话，它有味道，蚊子肯定不进来的嘛。所以你喷蚊油的时候，全部要门也要打开，窗口要打开嘛。哦，所以他们一嗅到味道，他们就快点跑了。会不会？如果你专门喷在他们身上啊，他们会死，因为那个毒已经沾到他们肉体了嘛，所以他们一定会死。这个就是叫杀生哦，可以叫杀生了。所以很复杂的这些戒律的东西。总之就是说，你自己了解这五种条件的话，你自己去想哦。你现在要弄死这只动物，你自己去看有没有记住这五种的条件哦。如果有五种条件记住就算了，听懂吗？啊，所以 OK 啦，因为11点了，所以今天我只是跟你们大家讲解关于到就是关于到我们的这个刺方面啦。刚才我们也是在谈刺嘛，所以你看呢，啊，各位，我们继续生长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哦，只是为了刺罢了。你看多么多烦恼，多么多问题，哎呦，是很苦啊，哦，很苦啊，做人只是因为刺罢了，我们也会造恶业。我们也会造很多恶业，因为刺哦，所以这个就是了解佛法好处，就是说我们最多可以尽量去避免罢了咯。所以我时常讲嘛，有我们了解佛法的人，我们只是尽量避免去造很多恶业罢了。如果你要讲到完全不造恶业的话，那是对我们普通来说，那是很难做到咯，很难做到，清楚吗？所以只有尽我们所能。尽量不要去做，尽量不要去翻这些戒律就对了。所以了解戒律的成立的因素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你了解了以后呢，哦，你就比较，你持戒方面呢，你就会持得比较自在咯。不然的话哦，哇，你就会很苦哦，哇，一点一点你就开始担心，一点点你就开始担心了。所以这个就是越学佛就越苦恼。那个就不对了嘛，哦，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越学佛越苦恼的时候呢，各位就证明说我们对佛法还没有很彻底的了解了。所以当你很彻底了解的时候呢，哦，你就知道越学佛越自在的，清楚吗？啊，所以要讲到这个蚊子的这个话题呢，永远讲不完的啦，对不对？讲不完的啦，最重要你要杀这个蚊。你要弄死一只蚊子的时候呢，你自己看呐，有没有记住这五种的因素咯？OK，你要把一只蚊子弄死的话，你自己去审查一下这五种的因素有记住了吗？如果有记住的话，就算你已经犯了这个杀生业了咯。OK，所以谈不完的啦。所以我每次我在犯这个弄死蚂蚁，或者是弄死这个飞虫的话哦，我就会审查咯，我自己就会用这五种因素，我自己来观察。刚才我杀这只飞虫，或者是我踩死一只蚂蚁，我就是用这五种因素，我来审查我刚才做的那个动作，
看有没有记住咯，看有没有记住咯，啊，如果有记住的话呢，那我们就忏悔咯，啊，我们就忏悔咯，尽量咯，下次要多注意我们的这个动作咯。如果我们审查了以后呢，我刚才弄死一只蚊子，或者是踩死一只蚂蚁，我看到，哎，我没有这个杀生的念头，哦，我没有，我不是故意的，我清清楚楚，我了解，所以就 OK，我知道我没有犯这条戒了，就是这样罢了，道理就是那么简单，OK，所以时间讲就11点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暂时就讲到这边，所以现在呢，我们只是现在来念回向文跟许愿文，那么我们就结束我们今晚的这个节目，OK。我们只是念回向文跟发愿文发愿文没有念，只是回向文，OK。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一起以这个虔诚的心，好，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一起来念，OK。伊达咪呀帝南呼哆苏吉达吽哆呀达哟，伊达诺呀帝南呼哆苏吉达吽哆呀达哟。伊达摩耶帝南呼哆苏吉达吽哆呀达哟，伊达瓦达扎阿咪萨巴当布尼亚萨巴当，萨比迪瓦萨比萨达萨比布达阿耨多罗多萨巴萨巴迪悉提呀，以此获得积累积的功德回向于父母亲属、往生亲属、冤亲债主、一切天神、一切众生、一切非见众生、一切圣物，愿他们共同来分享我的功德，愿他们永远欢喜这一切的成就。萨埵萨埵萨埵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礼敬三宝、父母和导师。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提巴提呀，不贪不借米。礼敬佛陀，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提巴提呀，达玛不借米。礼敬达摩，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提巴提呀，桑堪不借米。礼敬僧伽，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提巴提呀，玛达比多喃不借米。礼敬父母，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提巴提呀，阿迦利亚喃不借米。礼敬导师，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那接下来呢，曼迪来给你们一个祝福，请你们大家接受曼迪的祝福。萨贝迪欧维瓦詹多萨巴罗格维那萨多玛迪巴瓦万达拉哟，苏钦迪嘎尤格巴瓦阿比瓦达那西迪萨尼扎摩达巴扎伊诺扎达罗达玛瓦坦迪阿尤万诺尔苏康巴拉巴瓦多萨巴曼嘎朗拉坎多萨巴迪瓦达。萨巴布达诺巴维那萨达斯蒂巴万多帝巴瓦图萨巴曼嘎朗拉坎图萨巴迪瓦达萨巴达玛诺巴维那萨达斯蒂巴万多帝巴瓦图萨巴曼嘎朗拉坎图萨巴迪瓦达萨巴桑伽诺巴维那萨达舍提巴万多帝萨埵萨埵萨埵。OK，各位佛友，曼迪要跟你们大家说声晚安了，所以曼迪再次感恩你们今晚抽出你们的宝贵时间进来看曼迪的直播，支持曼迪继续有这颗心呢，来借用这个面子书的这个助缘呢，来与大家分享佛法。所以曼迪就将曼迪今晚弘法利生所累积到的功德与你们大家分享，用我所得到的功德呢，协助你们早日得到圣者的境界、圣者的智慧，修行没有障碍，早日脱离生死轮回之苦。在此呢，曼迪再次感恩那些佛友呢，还在继续呢，在这一段时间呢，还有一直捐助那个捐款给我们的这个建设基金，给我们的这个道场基金，所以协助你。
希望呢，你们所布施的这些基金呢，可以协助你们呢，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走完你们这个人生，最主要说，以你们的这个功德呢，让你们没有遇到那些有带病毒者啦，所以希望说你们的功德可以让你们呢得到更好的果报，高深的果报。所以各位大家晚安，我们下一个直播再见。